值得，只是该停了，没有我你要好好的，我舍不得，最后一次抱紧你了，我们错过的错了就错了，不用担心我，我走了。大家都留个言，说自己在哪个城市，好吗？别进来就不说话。今天北京风很大。神奇的力量，闭上眼看见天堂，那是藏着微笑的地方，我躲开无数可怜的墙，看作坟墓爬出的忧伤，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为了你染上了疯狂，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为了你换了心肠，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
起了轩然大波啊，轩然大波。昨天晚上我配了个音，在小抖上，哎呦我天哪，火了！现在100多万流量，就是华幸福对国安那场比赛主裁判最后那个点球的办法，老子就他妈判了，等死不如作死。哈哈哈哈，实话说啊，我也不是国安的球迷，我也不是河北华夏幸福的球迷，我只是个解说员啊。这件事情呢有争议是正常的呢，会认为呢受到了伤害啊，包括他董事长也在公众号上留言啊，直接将这定义为黑暗啊，黑暗呢。然后呢，这个华幸福的球迷就认为这点球判的合理啊，包括其他非国安的球迷吧，大多数都支持合理。总的来讲呢，这个判罚判有争议，不判也有争议，大概就是50/40的关系。诸葛亮跟卧龙先生跟孔明的关系，不过呢这场风波呀最受益的人其实不是别人，是热内西奥。如果没有这个争议的判罚，这打成3-3，热内西奥今儿已经凉了。因为你这不是第一次了，你这甚至不是第二次。昨天这个换人啊，这郭全博啊，这个小伙子可能还是有他的一个局限性吧，一个是比较年轻，经验呢心理啊都不是很成熟，另外一个他这个身高啊，昨天那个球啊罚起来之后啊，其实呢这个马尔康啊这个落点呢也不好抢，一个呢是他太高了，而那个球呢在他在球到他那儿的时候呢是一个下落过程，所以呢严格意义上讲那个球肯定是就是头球后蹭是最有威胁的，但那个球在腰那儿你说怎么后蹭呢，但是马尔康肯定也去要去抢这第一点，抢着了，而郭全博呢直接冲出来呢没摸着球，如果没有VAR啊这事儿呢估计也就过去了，或者是马尔康这个头球啊是完成了射门，估计也就过去了。但这个事儿复杂就复杂在，第一呢，人家马尔康说我就啊拿头啊去抢那个点，我不见得射门，因为他也射不了门。你自己想想，有一个球在你腰那儿，完了你要拿头去够还能射门，球门在你后边，你这怎么射门呢？再加上呢有 VR 呢它就至少能够显示这个门将没碰着球啊，对吧，所以第一没碰着门将没碰着球，第二马尔康没完成射门啊，通常呢一般是我完成射门的同时你犯规啊不会吹，这个在很多比赛当中它成为了一个裁判约定俗成的这么一个判罚的标准，就是我射门你同时在我后边拉拽或者是踢一半，但是呢我完成射门了没进，我不能把它吹回来再判个点球啊。
没声音，是没声音吗？我他妈白说了。现在他妈，你是不是耳朵瘸了？没声的那个。所以这个有争议啊，也正常啊，大家就各抒己见吧。我也不想参与这个，没什么意思，到时候引火烧身。我每天正经事儿我都忙不过来，我就说说我自己想法完了。所以呢，你就。但有一点哈，你看，申花扳平是门前混战是吧？毕竟后丁光五四的，那个永昌啊，不是那个华夏幸福扳平也是往禁区里一拽，手榴弹往人群里一扔，对吧？然后呢，相当于呢这个扔一个烟幕弹，然后就往里边冲呗。捞着了就捞着了，捞不着就算了。今天又到基地呢，主要是跟志鹏啊，碰一下这个2012年这个选拔最后的这个事宜。现在呢，杨晨指导、徐亮指导，包括杨征指导啊。这都是由要么亚足联 A 级教练证，要么是 B 级教练证的。然后陈晓东陈指导呢，现在正在看。实话说呢，我只想说一句话：如果我有能力，比如说我手上有一个亿，或者是3亿，我就把这32个孩子我全给安顿了。这32个孩子，个顶个的。拥有天赋，哎，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所以人也不能太贪心。祝贺这些家长啊，能拥有这样在足球方面有造诣的孩子，好好引导，将来即便踢不了职业啊，足球也能够成为他们很好的朋友，并且他们成为他们很好的生活的助力吧。我也期待着这32个孩子当中也能够走出来国少队员、国青的、国奥的、国家队的、五大联赛的啊，我相信一定会有。我相信，我坚信，我坚信，5年后的国少，啊，7年后的国青，10年后的国奥，一定会有这些孩子。哪32个？哎呀，哪32个？你自己去查吧，兄弟。我再给你报个菜名。来吧，听一首歌，代表我的心情。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
次我欠你是天意，让我爱上你，才要让你离我而去。也许我会离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你。一颗心在风雨飘来飘去，都是为你。路上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你与我相遇。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更多勇气。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是天意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新浪微博呀，他们那疫情的原因，他没法开什么表彰大会，所以就把奖杯啊直接寄到家里，让我收着之后啊发个微博。哎，今天上午啊，这个孙珍惜的爸爸来跟我说，说这个青少年足球没流量啊，关心的人越来越少啊。我说这都正常，要没中国足球小将，我就不信在这微博上
在这什么什么直播里边还有人去关心十九岁、十岁、11岁孩子踢球，扯淡，对吗？我说的对吗？除了类似艾瑞克、江景琦这个，哎，加盟个五大联赛的，哎，然后大家呜热闹一番，完事儿也就完。回回中国队踢不好，告诉青训，从专家到学者啊，从业内人士到普通球迷，都说青训青训，到最后谁关注啊？有谁关注？甭说青训了，中乙都没人看，中甲有多少人看？所以全是社工好龙，哎，全是社工好龙。但是我仍然觉得，甭管多少人看，自己做的开心就行。更何况中国足球小将这三年也算可以了，虽然说可能关注的人没有最开始那么多吧，但是留下来的都是真粉啊，真粉啊，当然也有黑粉啊。全世界也没多少人啊，这个真正关注青训，但是国外会比咱们这个气氛好一些，至少人家比赛那气氛，人家家长啊，人家观众，咱们这儿大多99.993467%的青少年比赛没观众，自己瞎芝麻踢，最多就是有点家长，是吧？这是现实。所以啊，没有文化，没有这氛围，没有这土壤，看球的不是赌球的，就是发泄的，没多少真正球迷。来场零九队员退出的比赛，我可不干这事儿了，因为有的离开了，人家过得挺好的，人家也不愿意，对吧？有些家长我们还是保持着沟通，还是朋友。有的家长离开你足球小将根本就不认识，逢年过节话都没有，哈哈，就好像我欠他们孩子似的。他妈的，我一想我欠他什么了，在我这儿甭管是半年一年一个月俩月，一分钱没收啊，哈哈，一分钱没收啊，我不知道我怎么欠他们了。所以就是个情况，再来首歌，放飞自己，往天空上飞。怕谁？速度将我推向一杯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飞机正在抵抗地球，我正在抵抗你，原地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想念身体的引力，快拉着力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被一只冲不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一
情绪反复过意，后悔原来是这么痛苦的，会变成吸过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说呢，都是说对方不想跟我继续了，我配不上他。所以我独自承受。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送给这些朋友，曾经一块儿相随啊，然后渐渐分离的朋友。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个大人帮你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有时都难不到，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到，一直到老。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神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两个大人盼你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些啊，这个九零后、零零后啊，听到这个歌啊就懵逼的了啊，没听过啊。哎，你好，说实话呢，这歌啊，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面啊，那可真是相当流行啊。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钟镇涛的歌啊。歌词其实很简单。啊，就不断重复了就这一句话 ，work work 一号位啊，到站。兄弟，我到基地了，你要是能来你就随时来吧，好吧，随时来吧。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我一会儿到基地，我拿吉他，我看看这个歌，我还会不会唱。
哎呀，现在风小了，你看今儿天儿多蓝。天儿多蓝的，我这昨天晚上啊，我就一点多，我本来睡着了，结果呢，有一个河南这个鹤壁吧，一个电话给我打进来了，我就开始摁了，我就不想接，因为我没有这个河南这个鹤壁的朋友，但是老给我打，最后我接了。那哥们儿张口这么说：“啊，王哥，你好啊！”我说：“我去你妈个逼！”我给挂了，认错人了，拨错号码了，啊！但是呢，我就没睡着，导致呢，这个到凌晨四点，我才睡，所以有点蒙圈啊。有点蒙圈呢，哎，有点蒙圈。你下午那个把那个角球、定位球什么练的吗？是吧？嗯，因为。周末比赛吗？还是把这个界外球、角球、任意球把那门往上给串上，嗯，然后把那门就直接挪到那个房间上去。
哦。大概齐吧。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我在你身边，别忘了，让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
评价一下昨天那场3-3呢？我都解说了，你到 PP 体育上去找，找我解说的听一下就行了。我不太愿意纠结这些事儿，我不是说我清高，因为没有没有理可讲。那最后就是同意的，认为是点球的，你不可能给他改变看法，对吧？认为不是点球的，你也不可能改变他看法。所以这东西呢，就说说就完了。你再这一纠结就一点意思没有，最后就是骂娘，那肯定的，自己惹自己一肚子气。上岗什么我没看，上岗点球没看。再回首，云遮断归途。今年的裁判判罚怎么比以往分级要多？你是第一年看中超吧？或者是你的记忆只有半年？老外又怎么样啊？克拉滕伯格什么马日奇，那不也被骂得狗血喷头吗？
对吗？你只要立场，不同，你看问题，因为它很多东西它就是模棱两可的。你比方越位不越位这事儿好说，但是点不点球这事儿就不好说了，对吧？就说什么意思呢？身高好了好比较，但是长相就不好比较了。你说谁比谁长得好看，你不好说，但谁比谁高这事儿肯定的，对吧？是吧？为什么足球比赛它就？你要田径比赛，这谁跑第一，谁跳最高，完了，举重谁举的最多，你只要不服兴奋剂，你就是冠军，对不对？但是凡跟艺术有关的，跟这个人的主观判断有关的，它不是一个客观呈现，对吧？体重好比，是吧？腰围、胸围，是吧？这都好比，对吧？眼睛大小也好比，但你漂亮不漂亮，气质好不好，这事儿谁说得清楚，对吗？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你也不能这么说。基于什么考虑换大金子？大金子心早就不在这儿了，你还没看出来吗？你留住他这人，你留不住他的心，有什么用啊？大金子踢球现在真的他都不出汗，你注意到了吗？对吧？你就是就跟你男女的是没有爱了，你在一块儿你就天天在一块儿，你就能看出来，他不是那个劲儿的。他能不能去热刺我不知道。那我哪知道呢？他去哪儿我哪知道？你苏亚雷斯都没弄明白自己去哪儿呢。反正大金子肯定是欧洲有人愿意那什么，愿意找他呗。国安主帅，国安主帅呀，就是现在肯定是稳了，因为你想啊，他董事长都把矛头直接干指到裁判黑暗了，所以这主教练就稳了。你不能说一边骂着裁判不黑我们，完了一边又把这教练给听了，那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估计也开始找人了吧，我估计也开始找人了。但是我感觉没准陶伟啊会扶正，真的，因为他也到这岁数了。啊，就国安那个助教陶伟，他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他把就是你想啊，国安那些退役的那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啊，他把别人都给熬走了，就证明着他是非常稳的，真的。你看看他跟他一块儿的那些邵佳一去足协了，是吧？徐云龙管什么商务开发，杨浦管什么青少年，是不是？那你想想还有谁？薛申已经跟李铁混了。然后呢，所以陶伟呢本身陶伟啊，因为我跟陶伟啊有那么个四五年，是我们经常在一块儿，我实话说啊，经常在一块儿。但是后来呢，我这边工作也忙，然后他那边呢可能又出西班牙就读去学习什么的，所以就见的不多了啊。但之前我们联系过几次，我一年多以前，然后我把这个足球小将09的一些比赛发给他，我说陶指导你帮我看看，然后他给我们这个孩子还挺高的评价。然后还有一次说这个双大夫双印呢退休了，然后我曾经联系一下这个
陶伟。我当时想简单了，我以为双大夫退休了，我们这个清华附中这边需要队医，我说帮着联系联系。后来人家这，人家双大夫，人家又去华兴福了，跟着谢老壮一块儿那什么去了，工作去了。那在职业队那一年，队医也得五六十万，对吧？那这儿我们这儿哪给得起啊？我就让他帮着联系联系。完了，后来陶伟告诉我说，双大夫可能还要去，中超的队伍，就这么回事儿。大金子要去拉齐奥是吧？哎呀，搁我也去，真的。大金子也，他来这儿呢，他就是当初肯定是为了钱，这不用说。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你为钱去做一件事情呢，可以做一段时间，但是你要是外边有人勾你了，对吧？那有可能就又重新唤起了梦想嘛，对吧？你看，就很多好嫁入豪门的女的为了钱，但是后来还被一。后来最后一想，还是得要真爱，所以就跟他们什么穷，跟什么那个穷学生啊，什么什么，跟这个，有这个心灵沟通的人又跑了，这事儿不就这么多，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对吧？就是他某一个阶段呢，他有一个自己的诉求，啊，你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呢，他就是另外的一个诉求。啊，你也不能说他做的不对，啊，人和人不一样。你比方说现在你二十出头，你的诉求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吃喝玩乐，是吧？完了还能干什么呢？找点朋友喝点酒，出去转转蹦蹦迪，啊，玩玩游戏，也就这个了，对吧？到三十来岁呢，你说除了挣钱养家，结婚呢？你没结就你没钱，你怎么娶媳妇儿？那就玩命工作，这也对的，对吧？到了四十多岁了，那么一事无成的，也就整天在街口下象棋，扯扯蛋的逼完了。但有追求的就开始忙事业了，啊，往更高的层级去迈进了，对吧？到五十多岁了，反正你看吧，就是能挣的钱也挣了，能出的名也出了，完就干点自己喜欢做的事儿。人一辈子就这样，到最后也就这样了，啊。所以呢，什么时候你关心别人？要少于关心你自己了，你这个人就成熟了。真的，就是你有些人这一天到晚，妈的不是关心，妈的周杰伦跟他媳妇怎么样，再不就是什么古力娜扎迪丽热巴又去哪儿了，完了再不就是谁他妈女儿大长腿了，你除了这关心这个，再不就保利尼奥大鱼是谁？我操，这大鱼是谁？想了一个多礼拜。啊，你说这个鲁能这个大鱼是谁？有的人想了一个多礼拜俩礼拜，大鱼是谁？你妈整天就想这大鱼是谁，也没有自己的事儿，也没有自己的思考，也没有自己的追求，也没他妈干正经事儿，每天就这么浑浑噩噩，大鱼是谁啊？最后关心大鱼是谁，最后大鱼来了，小鱼大鱼完了，最后你说你自己是你能吃着鱼吗？现在能吃着鱼吗？每天真的还是多关心关心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真的，这是我的这肺腑之言，不是说自私，不是说人自私，因为你同样自己做的事情也可以让周围的人获益嘛，对吗？这人不是我真正强调的不是自私，不是人家只关心自己只干自己的，不是，就是价值意义，这个很重要。真的，实话说，你现在年轻，你可能不懂，等你老了，这大了，你就明白了。我操，原来年轻的时候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浪费了那么多精力。哎呀，我要有这事儿，我多学英语，我可能我的英语已经六级已经过了，是吧？我要有这事儿，我去学门本事，我可能我将来还拿着能挣钱呢。就他妈天天他妈的不是大鱼是谁，再不就是这个判罚裁判是不是黑哨？哎呀，我天哪！一天到晚就这个，再不就是 C 罗比梅西牛，哎 ，C 梅西比 C 罗牛，就天天就这个，你都不如我那几个儿子，我那几个儿子秋生啊，树先生啊，人家好歹他认准一件事儿，对吧？什么会是多空啊，什么什么奔跑吧卫士啊，这几个儿子他你想想，他围在我的膝下，他每天他都离不开我，
人好歹他真干点人家执着的事儿，对吧？是啊，我这些儿子他不是气我，他就离不开我。这帮孙子造谣，这关键就是造谣啊。他其实有无数次被打脸了啊，还什么我的在乐播的朋友告诉他，你就你们一个每一个人都不敢露真名，你就歇逼吧，你连名你都不敢露，就证明着你就本身你就拉了孤，明白吗？你连真名你都不敢露，你说你还耀武扬威的，对吧？到时候给你拎出来，你照样你得求饶，就跟那个在百家号上发布那个什么似的，发布那消息，我们给起诉了，告诉是过来求饶了，告诉我发一个，我发一个那个道歉信行不行？我说别闹了，道歉信。他说我20000多块钱的诉讼费我负担不起。我说你他妈骂我的时候你怎么？你造谣的时候你怎么不是这样的，对吧？还要庭外调解，什么调解？我不调解，我就干他，啊！所以秋生什么树先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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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 么为人笨，你别着你把我名字变成德鲁，你就觉得好像你就不受法律的约束了。你给我改一个外号，你就认为法律就认为你说的不是我呀？我操，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对吧？对吧？但凡你们有一个人能把真名露出来，我都佩服你们。啊，就整天就是。别着急，等着瞧，对吧？日本不都是已经有这个网络暴力已经入刑了吗？对吧？中国也快了，你看着，别着急。不是，您这老说他们，你老觉得我好像我是吓唬你们，我有什么吓唬的？你都成人了，看见了吗？就这十个人。先凑点材料，先凑点材料。
对，你说你们一你只能用一个 ID 对吧，完了给我编个董德禄，对，是你不就是这一样。别着急，你们胆儿不大，你看我每天我都告诉你我在哪儿，你没有一个过来找我的，对吧，网上没有一个敢露真名的，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敢过来找我的，就说明你们没那没戏，你闹什么呀，对吧，别吃官司就行好吗，别吃官司，我是给你们最大的忠告，别吃官司就可以好吧，别吃官司就可以，你别弄来弄去，你左邻右舍爹妈是吧，亲戚朋友同事什么的，最后知道你吃官司了，你这不好了，而且你这关键你也见不得人呢，你说这些东西你也见不得人呢，你说呢，就除了你们这哥几个这一窝老鼠在洞里边还叽叽喳喳，相互之间你捧我我捧你，你说你们还能干什么呢，你说呢，你说你们还能干什么呢，梦哥漂亮还是刘畅漂亮，嗯，这事儿我这事儿你要问我，我没有答案，我觉得都行吧，那你想 BB 体育他选这些女主播，他外在的外形啊肯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吧，我觉得他们都是真热爱这些工作，这是我能感受到的，也真热爱足球，他不是说有的可能过来就是捞个偏门呐、啊、什么的，不是，他们是真喜欢，而且也真热爱，有自己对足球的认识和理解，这个不容易啊，就我只能评价到这儿，因为生活当中我没有任何交集啊，平常也交流的也极少，因为熟悉的地方没风景，你要告诉我说每天我去了完了我还会哎呦刘畅真漂亮，或者是孟哥真漂亮，这个我也没这个感觉，我因为天天见熟悉了，就是同事嘛，没有什么其他的，至于说你们在屏幕面前你们哎呦这腿玩黏或者是好腿，我也看到很多留言，那是你们对吧，我也知道你们因为这比较压抑嘛，我能理解对吧，因为生活当中都是见着女生都脸都红的是吧，就是得给女生麻烦了拉了才能敢拉了手的人，你也只能这样对不对，好吧，所以这个你别问我了，我也说不出来，我和徐亮本来说是这周末解说这个叫什么解说这个足协杯，后来可能徐亮要去参加这个高尔夫足球高尔夫国家队的积分赛啊，所以他来不了，哎这有那个充电宝吗，这可能手机要没电了，一只王还能保住吗，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不像头几年我和李欣去般配，但是我觉得最近呢我们两个解说呢有时候叠话，就是李欣呢现在我这实话说就是他呢他准备的比我充分很多所以呢他的表达的这种欲望很强烈，比以往强烈，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他的情绪是需要我给调动，如果我要闷的话他就必然闷，那么如果我往上提他就会跟着我提，他是这样的一个属性喂啊，我到了，因为我让 Work 出去接你一下啊，接一下，好了，我要开始工作了，我开始工作了，好吧？咱们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几点回家。如果我这个要是早点回去呢，我就这个什么，我就这个什么，我就这个，发车，咱们再好好聊一聊。
好吧，好吧，什么工作就是谈谈事情，要有工作了。为什么不在小抖播了？小抖了，动不动就老给我提示什么，我又不能说这个，也不能说那个的，我就想就算了，一起听听啊。那不行，那你说我们再怎么公开透明，那我们有一些事。